手在民间街上摊贩老板手脚熟练地把玩彩色弹簧玩具，弹簧在左右手掌之间来回弹跳，看起来好像气功在两个手掌之间流动，甚至搭配下腰，身体和弹簧连成一体，自在摆动，完全不打结。这名云南街头摊贩顿时成为自家商品最好的代言人。竟然还有这种武功招数！彩虹宝典十七式，第一式金蛇剑法。弹簧有如一条蛇，在手中快速爬行，甚至还有辟邪剑法和凌波微步，将弹簧融合金庸里的武侠神功。凌波微步。这名表演者其实是个玩具销售员，设计出十七个弹簧招式，犹如功夫达人。乾坤大挪移。乾坤大挪移，弹簧快速旋转，犹如内功要被激发出来。天龙八部，弹簧像毽子一样在双脚间弹跳着，色彩鲜艳的弹簧创造出奇幻的视觉效果。这款弹簧玩具1945年在美国一家百货公司上架后，库存的400个商品在90分钟内就销售一空。一直到现在，弹簧被创造出各种花式玩法，让弹簧玩具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